大家好，今日去到马鞍山中心，一起睇下私楼衰同埋验楼嘅情况。经过台风连场大雨，大厦去水管都有渗漏，要维修。今日我哋一起睇嘅系顶层嘅单位。户处啱啱收到楼嘅时候，揾咗我哋帮手解决漏水落楼下嘅情况，亦都系上一手留低嘅。去到单位嘅时候，发现咗座厕未能够冲水，咸水掣亦都有滴漏嘅情况。始终单位上一手都是原装的装修，所以客人都期望我们可以帮手重新翻新厨房和厕所。我们会帮客人翻新所有洁具、坐厕和落去水的系统。厨房假天花和抽风系统的翻新。帮客人验楼的时候，发现了发展商在做铝窗的时候，无论窗台云石和铝窗的零件质素都保养得挺好。下集我们会回来这个单位看重头戏、浴室和厨房各部分的试水。喜欢看的可以继续 comment、like 和 share。请继续密切留意我们瞬间看地盘。